他报警这次数多了。一二次呢，全部都用水泥呢把它堵上，一二次开不进去。这一点时间，把我搞得我的魂都没有了，给我告到法院，说我业贼差，对他不好。有时候法律放在那边跟公平一样，怎么去平衡它？娘也是我娘，对吧？她生我养我，不记得。2020年4月，浙江省临海市公安局古城派出所经常会接到关于同一间商铺的报警电话。这间商铺位于一家综合市场内，总面积不过30多平方米，既不临街，销售的商品也不特殊。然而，这样一间不起眼的小商铺，近一年来却在当地出了名。当时我们这个街景呢，都知道了。一报到这个地址就知道了，他报警这次数多了，具体不清楚，反正我是接过有2-3次吧。谢女士是这间商铺的房东，从2018年开始，她将商铺租了出去，可没过几个月，商户就反映出了怪事儿。一二次呢，全部都用水泥呢把它堵上，一二次开不进去。换了门锁后，没过多久，租户又发现半夜铁门被人撬开，商铺里的货品全部被清理了出去，都已经拆了，把门啊那个用榔头呢给它敲坏了，7-8千。那个钥匙全部都堵了，那租他家里的人开不进去啊。这一点时间，把我搞得我的魂都没有了。精疲力尽的，根本没办法说，我的内心痛苦，根本没办法说。商铺出租屡屡受挫，谢女士决定自己经营开店，好挽回一些损失。人坐到他的店里，那个凳子呢就这样坐了。客户上门买东西，他说生意不做了，你们回去，这样子的。撵走顾客的不是别人，却是谢女士的母亲叶阿婆。你几时给我发不给虚给阿奶了，那在我踢了大概我中发踢那是非常了呢。监控画面里，叶阿婆在谢女士的店铺门口阻挠顾客进行购物，谢女士又报了警。叶阿婆其实闹得也挺凶的，她在外面叫了有3-4个小工吧，一定要到店里面去把门锁了，要把店里面的那个商家的这些卖的东西啊要他掰出去。他女儿嘛也在现场了，不让搬，双方呢就差点肢体冲突起来了。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由于叶阿婆和谢女士是母女关系，民警建议双方心平气和地谈谈，解除误会。我就跟劝他嘛，你们毕竟是母女啊，闹成这么僵干嘛？反正吃亏就吃亏吧，心里痛苦就往自己一个人受，不想连累别人，也不想说给人家听，人家听了也笑我们，自己家里搞这个问题，你说对吧？谢女士表示不愿意家丑外扬，希望能私下低调处理。面对女儿的让步，叶阿婆却不依不饶。叶阿婆闹得动静越来越大，母女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升级。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化解不开的矛盾？别讲，我个媳妇你留住了呢，却不是个死给结婚了。我妈要我房子给她，我说不同意。原来，叶阿婆有4个女儿，都已经成家。谢女士是叶阿婆的大女儿。双方争议焦点正是这间商铺。谢女士表示，早在2000年，叶阿婆就已经立下遗嘱，当初4个女儿每人都分得一套房产，而母亲现在又要反悔，她无法接受。我卖了4个女儿，我是大的，20年前那个房子给我的。谢女士向我们出示了这份遗嘱，遗嘱上写明，为了防止今后发生不必要的争执，特将房屋分别赠与4个女儿，绝不后悔。
而当初赠予大女儿的是一套老房子。2016年村里拆迁改造，这套房子也在规划之中。原先叶阿婆的房子呢跟那个老房子差不多，经过我们村里啊拆迁改造之后哈、这个规划分配方案，一间房子落实一间地基。根据改造方案，谢女士需要自筹60万元左右，在地基上盖起5层半的房子。老房子包含的一间猪舍也被拆除，作为补偿，村里额外给了一个购买商铺的名额。在我们村里给它建造好之后，按每平方3000元的一平方米，再向村方购买，大概是33平方左右，大概是要10万。谢女士说，60多万元的改造费和10万元购买商铺的费用都是由她单独出资的。正是因为分给她的老房子经过拆迁改造，变成了一套5层半的房子和一个33平方米的商铺，叶阿婆反悔了。跟村方签订的有拆迁合同，房租应该是落实给谁，分配给谁的，应该我们协议里面都应该比较清楚。根据村里的规定，60岁以上的老人不能立为户主，再加上2000年这份遗嘱，因此拆迁合同上也明确写了户主为谢女士，这在2016年拆迁的时候征得了叶阿婆的同意。我们村里一般是谁落这个房子落实给谁的话，应该我们的发票应该开谁的户主那个名字。那这个过程中是不是都是他大女儿来？对的。2016年那个改造起造房子的，跟我一起去村里签字批给我的，对吧？村的批给我，我钱付了，开始造房子的，建好了2年的，这发现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对于谢女士的说法，叶阿婆表示不认可。2016年，叶阿婆的老伴儿还在世，当时向村里购买商铺的时候，叶阿婆说他们老两口出资了5万元。我姐姐、我姐夫给他大女儿那5万块钱，5万块钱没凭没据。我跟大的外甥女、大的女婿说了。有没有给你5万块？他说没有。叶阿婆所说的5万元出资并没有任何凭据，村里购买商铺的付款登记上也只显示了谢女士的名字。这5层半，不老娘不记得多忙叫了，5层半个屋起来就讲，得了应该多老娘这身份发本。为了表明自己的主张，叶阿婆出示了一份1998年的分房协议。在这份协议上，这套拆迁的老房子被分给了小女儿。如今叶阿婆表示，她并不是要拿回分给大女儿的房产，只是要求收回这间多出来的商铺，等自己过世后再平均分给4个女儿。你阿婆不给修为吗？不给得了么子？给定么子？院长多久的？这听了那还弄人心的，弄分不给我，分不给定了。这一点时间，把我搞得我的魂都没有了，给我告到法院，说我业得差，对他不好。有时候法律放在那边跟地平一样，怎么去平衡它？娘还是我娘，对吧？她是我养老，不记得。母女之间的分歧越闹越僵。叶阿婆还有3个兄弟，出事后几个兄弟也一直在劝解叶阿婆不要跟大女儿再闹了。那么当时我的大兄弟呢，在家里呢，我姐姐找上门跟他说的。叶阿婆的几个兄弟认为叶阿婆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一般来说哈，我兄弟肯定是要帮姐姐说话，因为兄弟跟姐姐是最亲的，我的姐姐是太没有道理了。外甥女说白了跟我们舅舅呢基本上不相干了，还是姐姐亲，我的姐姐太没有道理了。
鸭婆对兄弟的劝说不为所动，一纸诉状将大女儿一家三口告上了法庭。我姐姐呢告她女儿，她说不谢，我三个兄弟呢都在法庭上都是做证人的。我的人品怎么样你去调查可以，还是我对他不屑的还是什么的，法院都上次给我告到法院说我也得查对他不好。因为无法提供证据，法院驳回叶阿婆的上诉请求，叶阿婆又以修改遗嘱重新分配房产为由，两次将大女儿告上了法庭。哎，我这个风水是真夸我，我不是这个鱼不要紧的，不反也讲鱼个鱼不要紧的，风水还不要紧的呢，遗嘱不要紧的呢。法院梳理了双方提供的各项证据后，发现这套老房子的产权存在问题。就这个房屋呢，就是它没有提供相应的建筑审批程序哈，也没有提供这个确权的初始登记的相关证据，所以目前来说，我们法院是没办法去处理它这个确权分割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驳回它起诉。考虑到原被告双方是母女关系，法院没有当庭宣判，希望双方能再进一步的沟通。三场官司下来，谢女士心力交瘁。鸭婆以前一直在谢女士家居住，直到后来三女儿得了白血病才搬走去照顾三女儿。人生三年只有倒等一年半月都在医院了，你打字都想哭，打字都想忍不给我装好住装好。而此时谢女士的房子建好了，商铺也开始出租赚钱，想到被疾病折磨了三年的三女儿，出于照顾弱小的本能，鸭婆希望能找大女儿商量收回商铺再重新分割，为大病初愈的三女儿多争取一些利益。然而在鸭婆极力为三女儿争商铺所有权的时候，却听到了完全不同的声音。我们就叫他不要管了，你说这么大年龄，我们不差你这几块钱，说的我们现在家每个人条件都不差呀。三个姐妹呢都是劝他妈妈，他说你不要这样了，因为我娘当初讲了给他姐姐了，那你姐姐房子造好了你也拿回来，他说我也不需要，不稀罕这个房子。三个女儿都表示不愿意去争这间商铺，鸭婆却一意孤行。我说你不要去搞了，他就说了叫我你给我送到临江去了，送到大桥上去，我就跳下去就算了。叶阿婆的极端做法让四姐妹之间产生了隔阂。谢女士认为，母亲极力要争商铺，背后一定有三个妹妹的授意，连他们的舅舅也是这么认为的。不可能啊！如果放弃了，她的妈妈给大女儿告到法院告三次啊！你说她不知道吗？你说她要不要？而三个妹妹也认为，大姐不该不顾母女情分跟老母亲斤斤计较。是我二姐去找她的时候说了，她说你把房子那个小门面嘛哈还给老妈，我给你20万钱。对二妹的提议，谢女士没有同意，最后谢女士申请了调解。我们做的调解工作是以情来讲法，以情来说服人，有时候法律放在那边跟亲情就像一个天平一样，怎么去平衡它。陈崇明分别和鸭婆谢女士坐下来聊了聊双方内心的真实想法，试图找到调解工作的突破口。我问鸭婆，你是不是现在生活上缺钱呢？她说我不缺钱。啊，不缺什么呢？她说我缺份亲，缺份感情。她就考虑到是生病的女儿白血球病嘛，相对来说后期费用啊什么费用啊都比较大。弄清楚叶阿婆的诉求后，调解员给出了一套解决方案。我和大女儿讲，你妈妈是想要一定要拿房子，啊不，我们先折中的办法，房子产权给你写明属于你的，但是你妈妈有生之年，这房子这房租你租来给你妈妈作为生活费给她，要作为你心尽孝。房租的话双方都承受得起，对，包括叶阿婆大女儿，对吧，一年的房租费收了交给你女儿，
以自己本身角度来说也没什么亏，这个钱还是房租费，又不是你自己真的口袋里真金白银的掏出来。要做压迫角度来说，你这个钱存下来的话，你获取小生病的女儿这个费用也有着落了。调解员也为叶阿婆普及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再来为这对母女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一年的话，你大女儿给你30000，那你10年就是300000，对吧？如果你阿婆心情为这个事情心放下来了，对吧？到外面去走走的话，你再活个20年，就是60万块钱。那么阿婆倒是一听这个数据呢，有60万里的债嘛，她心也有点动了。叶阿婆和大女儿最终达成了和解，为了解决矛盾，调解员们花了1年多时间。老百姓碰到事儿，他有的时候不明白他这个事儿到底是哪个职能部门管的，的确有的事儿也涉及到多部门，于是群众就会疑惑，他有的时候找了一个部门，这个部门说这不是他职权范围的，他又去找另一个部门说还不是他的职权范围的，找个3个4个，老百姓的怨气也就上来了，事情可能也就越来越难以处理了，这就不利于矛盾纠纷在最初阶段得到化解。而我们中心的成立，把跟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相关的职能部门都放在一起，群众来到我们这里，不管他是什么事儿，我们一窗口受理，我们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帮他分辨你到底是属于哪个部门管的，准确地把它流转到相应的职能部门，涉及到跨区域跨职能的事项，我们还会牵头让相关部门联动处置，达到更好的调处化解的目的。